喂喂喂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周末的最后一天，准备收好心了吗？还没有怎么办？哎呀，时间就这样默默就过去了。小米晚安，阿元晚安，小苏晚安 ，Seraphy 晚安，他子晚安。不想开工，真的是一想到明天要上班就瘫软了。兰花晚安啊，对啊，今天意外的没有很热，不是没有很冷，没有很热是怎么回事？没有很冷，觉得在我的房间穿短袖的话可能会有点热，所以就换成我今天睡觉的衣服了。明月晚安，天晚安。Dunk 晚安，生病到直接连假结束。小米啊，照顾好身体。寿晚安，而且还要连上六天，对，这真的是莫名其妙。放了那么长的假期，然后第一个工作天就要连上六次，实在是有点太累了。Little Paul 晚安，很虐。但我在想，这个礼拜可能还蛮多人，礼拜六会请假的吧。我也不知道，去公司再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请假。早早开工，星期六还被拖出来隔离，今天解除开心，他要去上班，伤心，辛苦了。我知道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啊。毕竟二月还有一次补班，哎呀，可以请52周吗？可以烂在床上吗？今天要抓什么？当然是把昨天没有抓到的抓一下啊！不过我今天想要顺便来验证一下，也不能说验证啊。我大概知道几个点，跟上次的地图有点不大一样，看看哪一边遇米粒龙的几率呢会比较高。一个是这边啊，之前绕的地方，之前绕哪里啊？好像之前是绕这个吧，山崖上。另外一个是大锅湖中间的岛屿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一个点，有没有小小的岛这边？李泉晚安，今天要当寿司郎，寿司郎啊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好像有点累个，应该是没有。好吧，那就从大锅湖开始吧，然后等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下午的努力。不要看我的成员在哪里啊？这边吗？本来昨天晚上大概剩两个而已吧，努力了错了这样几个啊，是39、21、28个，可以刷好刷满了，不然没有材料要怎么开始呢？对不对？子的刚打完星辰之路，加油加油！乐透早，熊熊晚安，妈叔晚安 ，Alan 晚安，天代谢谢。七个月晚安，已经半年嘞。然后左边这几个在线上刷的，赶快先收起来，太多只了。啊，不过姑姑应该可以放上来。之前说有催眠是哪只角色啊？你吧？是这一只吗？有点忘了。啊，不是，是小姑姑，这一只。移过来，然后让龙龙当头好了，猫头目放回去。来吃一下料理吧，这次的料理跟上次一样，以龙为主。上次龙的料理是洛里刺吧，芥末，然后和任意的两个。努力来，
开心开心。So Wolf 晚安，希望大家都有收好心啊。我存档吗？等下先存档一下，每次这个流程都忘记。打面友，打面友。Hobby 晚安。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明天起不来。我好怕起不来哦，连假的这几天都睡好晚，有时候一睡可能还会睡到中午去。唉，怎么办呢？起不来该怎么办呢？只好请人叫我起来了吗？对啊，今天也不能开太晚，预计大概12点就结束了。简单跟大家聊聊，自己也要收一下心。Morning call， 我来想想，我来想想。芥末两个吗？谢谢。补一下芥末，咸的蛮多的，但其实咸的用处还蛮多的，把辣的用掉好了。早安直播，是要直播到早上的意思吗？明天哦，明天应该做什么事情来犒赏一下上班的自己呢？吃好一点，喝好一点吧。不过我相信明天一上班，应该很多事情就会回到正轨上了，很快就习惯了。大家撑下来啊。撑不下来，看我好了。喝水，谢谢。噔噔噔噔。好，今天的第一发是我的错觉吗？画面好亮哦。画面特亮哎，奇怪。洛凤凡晚安。明天啊，明天要休息。而且最近啊，就跟昨天跟大家聊的一样，有点小倦怠，所以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，或者是稍微休息一下，来把比较好的感觉找回来，会比较好。好了，来看吧，看一下这里到底有没有比较多一点。然后如果路上有看到的话，大家马上提醒我一下，我怕我分辨不出来。这个岛要怎么绕啊？应该这样绕没错吧？不过大锅壶还是有点讨厌啊，有点大，而且会累格。像这种就认不大出来。反正现在看到鲑鱼色的，我就看它是翘尾的还是没有翘尾的，这样应该比较好分辨一点。然后看到白色的冲过去，这么下面应该是不用走吧？这里应该是不会生成怪，不会。好，水面上的不大好分辨，所以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走水边好了。卡是因为素材呀、啊。阿德晚安。我觉得我慢慢走就好了。不问疾走，我的啾啾还没有看完，啾啾好长。雷哥晚安。这边的人应该都有看完啾啾吧？那我可以说一件我觉得很震撼的事情吗？先来确认一下，不会破梗。
哦，都没事齁。我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季嘛，第二季也是第三部。原来用火的阿布德鲁，他活着欸，好震撼哦，真的以为他死了。毕竟好几集都没有出来了，居然还活着。算是看了二十几集，唯一让我比较震撼的事情。想不到吧，真的。本来以为他就这样去了欸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跟我说什么。不过他人格看起来怪怪的，难道是假的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害怕。希望他活着好吗？九九这部动画应该不算是胃痛动画吧？是胃痛动画也太难过了。顶多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血腥的场景之外，好像我们目前看起来还好欸。在 Netflix 上的动画都稍微处理一下，可是那其实是没有处理过的啊，不是很清楚。该发的还是要发吗？难道他其实已经被发了？哦，压打压打压打，我已经不敢想象了，到底这会怎么样啊？大家记得聊天之余来帮我看一下画面啊，那个鱼那么小只，真的很难看。翘翘啊，但我老实说啊，我今天一样有点不大好的预感，想要吃生鱼片，但可能出现鸟肉，或者出现瓜牛肉也说不定。嗯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只欸，难不成我选错位置了吗？有点微妙。没关系，今天就是要验证，把昨天的点，然后今天的两个新点都稍微走一下。然后听说这边是不大好开野餐的地方，开野餐的话有太多杂怪了，应该是用走的会比较好，那么一咪咪，对，就那么一咪咪而已。而且老实说啊，用遭遇力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多值，还是很少。噩梦晚安。而且啊，就跟我推特发文说的一样，当时玩 SV 的时候还没有特别像这样子，其实有啦，一两次而已，这样子来预设为，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就玩得还蛮新鲜的，这应该是好事。在游戏倦怠的现在，总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会比较好，这可能就跟工作倦怠差不多。希望大家工作倦怠的时候也能够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做一下，会比较开心一点。嗯，水面还是尽可能不要看。哎呦喂呀，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今天很，就从什么时候啊，上次玩 SV 开始就对米粒龙好有兴趣哦。虽然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宝可梦啊，但就突然觉得好可爱，可能是想要吃寿司吧。好久没有吃寿司了。上次意外得知黄色的鱼肉之后，就突然有点兴趣。真的够追，欸，很奇怪耶，这一代啊，我觉得比较有人气的角色真的好少，那些娃娃或者是公仔哦，
我说官方的哦。比方说你看土王也没有嘛，然后炭小四也没有，迷利龙也没有。待火射二是一定要出了，因为本来就御三家了，其他比较可爱有人气的都没有出耶。我的意思是应该早一点出吧，感觉好拖哦，难不成要等它凉了才出？土王已经有官方的玩偶了吗？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它结合在一起了？不是，呵呵，有点难分辨呢。啊，我说的是官方的啦，同人的一定很多人在做啊，那么可爱，大家商业的脑筋动得可快的啊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比官方还要快的啊，这个不用说。啊，另外一个可能，确实，可能是跟着动画跑也说不定。哦，不行，我分辨不出来。感觉同人展应该是特多了，特多相关的作品。钱啊，那些都是钱啊，还不做？当然要做大家有兴趣的啊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官方出什么样的玩偶，你们一定会买啊。以我目前的话，一定是土王的玩偶先啊，土王真的好可爱哦。然后最好出蓝骨头，这好像一开始在玩 SV 的时候就说好久了。有什么吗？有什么玩偶是出了大家必买的？伊莱克晚安，你好冷，那你看到我会不会更冷呢？其实我现在蛮热的。要看情况。大型土王蓝骨头，赶快出蓝骨头！我要蓝骨头，人生第一个蓝骨头就献给土王了。嗯，这应该不是色尾吧？这是，不是，呵呵，那余晖。OK， 有一个了，花枝，赞哦。花枝王白色的球。我应该不会死吧？我等级有点低啊 ！My God， 不行！看来直接投球吧。早知道等级就练一下了。花枝的，花枝的，拿什么球啊？治愈球。嗯，白色的哦。白色的还是想要相符合一下，就纪念球好了。哦哦哦，这是抓到的 feel 哦，咦呢？耶，这样我有四份生鱼片了。不对，只有一份而已，普通颜色的还没有抓，好可爱哦。耶，开心。但比较讨厌，就它小图啊，颜色都一样，这怎么分辨啊？谢谢谢谢，怎么不练它？忘记练了，抱歉抱歉。好，接下来是两种最难分辨的，怎么办？白色的那么明显，其他两个颜色，哎，我就要脱窗啊。星月，蘑蘑菇果然是要练一下吗？嗯，好懒哦。明明你要抓怪的，还敢懒啊？有请大家张大眼睛，帮我专注黄色的部分。糖果好像快没了。嗯，果然应该练一下嘛。
好吧，练一下好了，确实也应该了。先给你吃个活力，补个血。我看一下，一次把它升到满好了。对，升到满有点太多了。哎，应该升到什么程度呢？吃 L 应该升的蛮多的。好的，六应该差不多了，这个就给它进化吧。箱子里的斗笠菇没有技能，哦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。话说斗笠菇啊，他有那个点到为止吗？他应该没有齁，他应该没有什么攻击类的、有了攻击很多啊。哦，可以学吗？可以学就方便了。等一下，这一带的点到为止名称是什么？还是我没有啊？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听人家说过，过了就叫点到为止吗？哪里啊？是我脱窗吗？一定是我脱窗。多口点到为止，啊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了，我就脱窗嘛，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。记住吧。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。诶，然后他的能力是什么？有需要哦、应该也不用了，62等应该够了。除非等一下又死了再说。刚刚有狗狗，没有诶。新月，抱歉抱歉，我来看一下，狗狗当机了。新月的狗狗我一定要看一下。新月就是一只大狗狗。等一下，哎呀，这个账号登录真的是最讨厌的。不好意思，稍微等我一下。完蛋，好麻烦。稍微离开一下。没伊莱克，谢谢。怎么那么多那么好？收假开心，也希望你收假开心。领思晚安。抱歉抱歉，稍等我一下，密码忘得一塌糊涂。人生有太多的账号密码要记了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好像听说有一些密码的应用程式管理，也不知道好不好用、
欸，下面是什么东西？欸，等一下，欸，那是库材的位置，那什么东西啊？那出现 bug 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来找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狗狗瞬间化成代码，也太可怕了。看来真的是坏的一大糊涂啊！他也不想上班。哎，登不入哎，太神秘了。感谢提醒。来看一下哦，星月，谢谢，有看到了，开工红包，开心开心。虽然还没有开工，大家应该有开工红包吧？啊，等一下，刚浪费很多时间了，我的料理效果快没了。那不过吃一个料理，碰到一只，我觉得已经算是运气很好了。开工红包哦，大家觉得开工红包应该有多少才算是比较合理的啊？目前听我朋友那边说，他们那边好像可以收到2000，2000应该很多吧？我们公司是不是只有200块啊？直接少一个零，少一个零也太虐了吧？贝克晚安，600。我有点忘记我去年拿多少了，我记得还蛮少的，600，2000很多吼，我可能只有它的十分之一而已。会给600，应该也是给个吉利数字吧，因为在网上包的话就包到1600了。然后朋友啊，这次我会拿2000，好像是因为2023的关系吧，公司会包2023，真 nice。哎，开工红包，不拿白不拿，第一天不能缺啊。不过我看了一下公司的行事历啊，其实还蛮多人。在收假之后的礼拜几啊？礼拜一二还继续放，可能觉得还是太累了吧。巧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不是，啊，分辨不出来。健身教练太夸张，不爱这种同事没关系啦，他只要不要影响到我就好了。哎，我看一下哦，我的斗笠菇是技术高手的特性吗？我不知道。星月问，一定要看一下。无聊，技术高手的效果是什么？很重要吗？很重要的话，帮他改一下也可以。其实还好。看到黄色的我就往前 up 一下好了。欸，用低伤害的技能会增伤，感觉蛮好用的。低伤害的威力会增加，谢谢。其实啊，我那个好像特性药膏还蛮多的。从来没有吃过。是不是该吃了？留着也不是办法，而且又没有玩对战，太多了，给你用好了。欸，它是3个是不是啊？所以没有吗？这一个也不是。
技术要用药膏。我要看一下哦。哦，这个哦，是孟特哦。吃啦，不怕不怕。这种道具什么的，随时都可以抽。不会啦，玩这款游戏意外的，我很不客气啊。当时玩制约猪版的时候，可能稍微有点客气啊，但这个情况好像还好啊。想说没什么差，当然用看看啊。要说没有什么差，当然也是没什么差的。说真的，我觉得吃了料理还是好少汁哦。所以这一个点果然没有那么好吗？而且黄色的我分辨不大出来。这样是不是应该庆幸第一次碰到的是白色的呢？这样可以专注在黄色上面。还剩多久啊？看一下，七分钟。等一下，七分钟就来换一下位置，上翘上翘。姑姑如果要吃努力值的话，应该是吃攻击吧。哎呀，标题已达成一部分，目前是六分之一，一般颜色的还没有抓。老板，来六份花枝。跟大家说啊，我去真仙或者是寿司郎这种地方，从来没有点过花枝，本来就不喜欢花枝了。花枝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不喜欢欸，可能口感太 Q 了吧。海鲜里面透丢花枝这种东西，到现在还是没有那么喜欢吃，还是比较偏爱鱼肉。而且我觉得生的好恶心哦，生的还会滑滑的。鱼肉好吃啊，花枝不行啊。海边那种烤花枝呢？也不大会吃欸，夜市看到那火烤花枝也不是我的第一个选项。会吃会吃啦。啊，不过咸酥鸡的鱿鱼倒是会吃，但也不是那么平常吃，我要点的话是以肉为主吧。欸，不能吃有壳的，壳的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吃。所以大家还是普遍没那么喜欢。用炸的不管什么，每位都是直接升级啊。炸的太厉害了，人类智慧的结晶。为什么炸一炸就好吃了呢？说到螃蟹，我也没那么喜欢，太麻烦了。虾子也很麻烦，太麻烦的食材都不喜欢。一样，有人剥给我吃，我很开心的吃。吃可能容易痛风，我了解，身旁有这样子的人，这个就只能避免了。不过也没有关系啦。人生里面那么多美味，何必一定要吃有壳的呢？
再上有剥虾达人。还有三分钟，大家有帮忙看吗？只靠我不行啊，这个一定要有大家的帮助，不然明天上班我眼睛可能睁不开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就是回转寿司啊，一定还是点鲑鱼吧，鲑鱼还是最好吃的，每次鲑鱼都点很多，好吃。反而尾鱼的大肚也没有觉得很好吃。尾鱼肉我反而意外的觉得还好耶。应该是不会有人讨厌鲑鱼了，那么香，那么好吃，熟的也好吃，生的也很好吃。啊，不过鲑鱼还是有分啊，生的、煎的都很好吃，但腌的鲑鱼我就没那么喜欢了。我觉得腌鲑鱼好咸哦。台湾普遍都比较喜欢鲑鱼啊。是要结束了吗？还有一分半。就烟熏啦。吃虾子是怎么样啊？连壳整只一起吃不剥壳的，这样吃得下去吗？我知道有些小虾子用炸的，我会连壳一起吃啦。大的就没办法了。我还真的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大的虾子是可以吃不剥壳的，感觉口内会破皮，被它扎的破皮。还剩54秒，54秒要不要再出一只呢？不要花枝，那黄色的好少见哦。啊，应该说橘色的，去对岸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有橘色的，有橘色的，但都不是。简简晚安。收假了，我们一起取暖，然后就过敏了。我好像小时候啊，应该是很小的时候，好像以前是被什么，我忘记是被螃蟹还是被虾子的壳吗？刺到嘴巴，然后就过敏了，就肿起来了。所以长大之后吃虾子类的东西，我都很小心了。其实很危险的事情耶，很有可能会休克，一个处理不好的话。小时候对这个也没有研究很多，长大才知道啊。 OK， 没有了，看到奇怪的生物了。那我们就到下一个点吧。下一个点是，我想想看，是哪一座岛啊？或许是这座岛，看一下。
在另外一边。是啊，皮肤容易过敏，吃的东西要留意一下。好，在这座岛要刷的话，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因为地图很小，需要多用 Let's Go。然后有很多出现在水面上面，所以也不是很好看。所以这边要请大家帮我留意一下，看到哪一只不对劲，赶快叫我站住站住。一样来我们的洛梨四片。洛梨四片，然后芥末两份，比较不会用到的辣的调味料。这一次，等一下，这颜色不是怪怪的、啊欸？真的颜色怪怪，好可怕哦！衣服是好像骨头哦，好像剑骨嘞，颜色真的怪怪的。今天游戏不要重开一下，是吧？这看起来好可怕哦。晚安，是真的是光影吗？现在是晚上哎。没有啊，今天什么都没有调啊。它只剩骨架了。啊，我又忘记存档了。每次吃料理都不会存档。没问题的，我是调味料大户，交给我吧。哦，这个角度就看起来蛮正常的。哎，嗯，真的很奇怪哦，好像过曝哎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我的肤色好像得了 COVID-19 一样，太白了。现实的我皮肤也没那么白。好了，关掉吧。先在这边存个档好了，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吧，这边有的没的怪超多的哦。然后我把龙放在头好了。龙打它会比较好打吗？应该可以。反正就绕远一点看一下。这个情况海面上也要稍微看一下。然后尽可能绕边边。用 Let's Go 也好了，可以顺便确认一下，到底是不是比较特别的。牙签没有问题吗？哎，不能打这一只吗？为什么？明明就黄色的。哇，这可能要多收一下哎。地图有点小，好像不会刷新。这边生成量好像比那边还要多，但地图太小了，多杀一点好了。尽管不是大量发生，这样杀应该也会提升那个吧，出现率吧，所以多杀一些好了，希望有帮助。哦，不会哦，这个大量发生哦，好吧，可惜了。我以为也会有影响。这样也好了，那我看到黄色就打好了。这样我就不用特别看是什么颜色了。嗯，对耶。
这个方法好像蛮不错的啊。不过如果岛屿那么小的话，会不会其实开野餐会比较好呢？来试一下好了。啊，不行，好像看不大清楚了。地图神小，已经无法分辨了。好像真的要走到很边边。说起来，昨天到今天，说了那么多米粒龙，上面的材料是什么？黄色的已经鉴定过了，反而是那个紫色吧？有什么料是紫色吗？紫色有点可怕，说真的。应该是没有。有看到的话，也可能是创意寿司吧，可能是甜的，上面是果冻之类的，感觉也太恶了。这只应该不是吧？你不要看我啊！啊，鱼板吗？鱼板倒是什么颜色都有可能。紫色高丽菜做的之类的，高丽菜怎么想都不对啊！啊，我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米粒龙我也不会练的，把它收起来好了，都忘记了，叫我吃努力值。斗笠姑爷，赶快来剩下努力值好了。我不知道米粒龙的努力值是什么耶？米粒龙的努力值感觉像速度吗？不然就 HP 吧。啊，是特工。原来呀、啊，那我先把我的斗笠菇吃一下，攻击好了。我现在不用吃很多哎、欸，塞一些，然后之后就塞 HP 好了，让你生存力高一点。有时候不会打、欸、是逃走了吗？吃药全满26罐没有错，其实会稍微超出一点点。嗯，我想尝试来开一下，在这边开个野餐看看好了。看看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水上的就打不到了。哦，开野餐也有点微妙哎、欸，不然绕个一两圈之后再开好了，等升的差不多。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有持续在玩 SD。
现在也算是几乎退烧了吧？除非等动画再播，动画再播，然后第一游戏再出就好了。小叔还在玩，小叔你在努力中啊，加油加油！路还很长啊。Zelafi 也在努力，他这也是吗？太好了，这样我有伴了。以为大家都玩差不多了，要这样说也是啊。图机这边感觉应该也没有人在开了，可能只有我在开了。哪有人现在才在抓米粒龙啊，对不对？太慢啦你。500次也太长了吧，好厉害哦！坚持是一件好事。想想看，我龙族都玩几年啦，吓熟人了。不过如果玩宝可梦每一代也能够认真玩的话，也是真的很厉害耶。可惜呀，宝可梦之前就太早退坑了。吃完生鱼片，然后落在三天，到底是吃到什么东西？只能说辛苦了。不知晚安。一定是不新鲜啊。没问题，现在抓色尾的我觉得很开心。职业倦怠的我需要一点比较无脑的游戏，什么都不要想最好了，这是最好的。那与其要这样子重开，还是我离开岛屿比较快啊。试一下好了，试一下离开岛屿。离开岛屿，然后再回来，这样也是一个方法了。看看哪个比较顺而已。洗澡之力好的，希望这一轮还有机会再遇到一只。水里面的真的是看到会脱床哎，这怎么分辨啊？白色的还好说，黄色的和酱油色的分不出来。像这个那么小，你是什么 ？No， 喝水谢谢，我的茶没了，喝一般的水就好了。小叔今天去看尼尔，看到虫子的真钻版很惨烈，卖那么不好吗？对那一代也不是很了解，有这么差哦？之前听大家说，从这个真钻版就只是把原本的版本拆成两个来卖嘛，里面有什么特色吗？不然为什么还要拆成两个来卖啊？哦，没有特色。说的那么直接，就真的是没有特色了。那会滞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变动森版是什么意思啊？感觉要素完全变了。对啊，如果 95% 都跟原本的版本一样，那有需要玩吗？如果玩过的话，可能就单纯想要卖给没有玩过的玩家吧。它是 Q 版的哦，
有那么 Q？ 啊，它是二头身的，也太丑了。我讨厌二头身的角色，光听到我也不大能够接受。3D 没有比原本的像素好，像素有像素的浪漫啊。结果这样刷下来，感觉这个岛屿也没有比较好说。比我想象中还要差很多，毕竟太小了，数量是蛮多的啦。十二点先睡没有问题，早点休息，大家有点早点休息啊。今天也是预计大概十二点关，陪大家聊到最后一刻。黄色的真的是，哎呀，精灵的重置版感觉不大可能呢，他已经出过重置版了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我家里还有他的卡带。现在要出应该出黄版吧，毕竟小子都退休了，现在出黄版可以大卖啊。但可能也不一定。然后后面带布土锅，不是皮卡车了。黑白重置哦，如果黑白重置的话，我可能会玩哦，毕竟没有玩过。榨干皮神最后的价值，没有错。先炸再说。以前黑白是在 3DS 上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应该很不错啊。听说剧情很棒，这我不知道哎。你有玩过？不大好说。我判断这个地图真的是不大好，而且大锅湖附近还会累个。会卡顿是最大的食物，可能比中间还要差一点。看一下有多久，过了一半时间，剩下的一半时间要回到中间刷吗？这边是真的出很多只了，但出很多只不代表会出现你想要的啊。不过还可以玉米泥龙，上面是玉多龙，这边是玉米泥。好可怕。什么崩溃的画质啊，也不知道下一次珠子更新之后能够把这个问题修正多少。对啊，还有听过黑白二，黑白二是延续黑白的剧情吗？还是也不是啊，只是加了一些内容再卖一次。
所以也算是有延续的内容哦，这样很不错哎。像我这种属于不大想要一个游戏玩两次的，一定要有新剧情，没有新剧情玩不大下去。不然只是玩同样的东西，然后画质变好，玩起来没有什么意义。真正是差不多的感觉，那确实蛮崩溃的。好难遇，这地图不大好哎。好，再遇一拳，没有遇到的话就换一下地图好了。觉得在刚刚中间那个地图走来走去，可能还比这边好一点点呢。地图太小了。看起来这边是没有，那就回之前那个地方好了。上次没遇到的，好像是这个上面吧。结果这三个点算算，应该是中间，中间能够绕的地图比较大一点。一样啊，请大家锐利的眼睛帮我看一下。看到黄色直接 Let's go 打一下好了，但可能确认比较快。然后这边走到底，让那边刷新一下。不能，你们在说我没有玩过的游戏，难以理解。不过以我现在有玩过的感觉来说的话，我倒是还蛮希望阿尔宙斯能够出二的。而且阿尔宙斯是没有什么 DLC 啊，还蛮可惜的，那么好玩。应该出个扩充版之类的。航海到不同地图。大大大就是 DLC， 那也太小了吧！DLC 很小哎、欸，也没有新地图。
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对初次玩的我来说，好像感觉不大出来，那是 DLC， 好像就一般的任务的连接。对啊，阿尔好玩归好玩，就是内容太少了。三个月全破，玩的时间不一样啊。SBO 晚安 ，SBO 收好心了吗？上班的心，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有，只有刚来抓一下米粒龙。现在完成的百分比是六分之一，现在都在接公务电话了，虐虐啊，已收心，不要上班，不要，我也不要上班，不行，没有钱，没有钱就不能买游戏了，频道就做不下去了。只好请大家努力上班，帮酷奇的频道充值一下。补班地狱已到来，不行，这边也好难走。认真觉得中间的很好走，可以走来走去，比较不无聊。这边也是看到快脱窗哎。鸟鸟好多，鸟好多、哦。现在是大量发生吗？并不是。有次遭遇力，奶油奶油。刚刚白色真的是碰巧哎，还是其实有遇到，但错过了。你看，没有音效就是这样子，没有音效好痛苦哦。好想直接听到 Bring 一声，直接的辨识到底有没有。没关系，等这个六分钟结束，再到中间去好了。等一下吃完最后一个料理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哼，结果今天还遇到一只哦，有点难过哎，觉得好少哦。看到脱窗才一只，真的好怕错过色尾，太容易了。
特别是很多颜色相近的，一堆宝可梦的色我都会稍微褪色的感觉，那要怎么辨识啊？像今天介绍的娃娃的影片也是啊，二阶进化在野外看到我也分辨不大出来，尤其还有什么像夕阳的余晖，颜色照下去更看不出来了。可能游戏公司就是要让玩家的眼睛痛苦吧，你痛苦，我开心。玩游戏的人，近视比例大幅增加。像如果是颜色比较相近的，应该也只能靠大量发生来刷了，就疯狂的 Let's go。刷呆呆兽，两个小时还没有看到，好虐哦。啊，你看，又来一只，又是花枝，花枝太好辨识了，我真的觉得我错过了耶。花枝一只就够了啦，好啦，这可能要睡一下。越来越讨厌花枝，白色太醒目了。两只花枝了，睡吧睡吧。睡觉的米粒好像有点可爱。哦，水果都忘记吃了。那个橘色是吗？来看一下这个、哦、Let's go， 不是，橘色真的太难辨识了，尤其两只的颜色又那么相近。看到橘色还是 Let's go 打一下好了，眼睛炸裂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找时间去吃寿司，宣泄一下这个讨厌的心情。我要吃满满的鲑鱼，气歪了我，然后把花枝全部丢掉。听说咖啡色是还蛮好认的，因为我有点不太相信。咖啡色真的会好认吗？阿韵有抓过，很明显。真的那么明显？仔细看会认出来，那重点是不能仔细看啊，要看那么多只。原来你那边有两只了，好，结果东看西看好像还是中间会比较好遇一点，是吧？
好，今天最后一次野餐。哎，狗狗今天真的坏了。哦，会不跳吗？我来看一下哦。稍等我一下。我觉得可能是罢工。然后等一下就跳出那个代码。不要跳代码，拜托一下。刚刚很可怕的。狗狗代码化。哦，饭团我看到了。You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. Thanks the secret of success. 谢谢。可以再努力一回了。来吧，最后的料理。满满的洛梨。满满的芥末，然后是咸的好了。嗯，这一次选什么？勇者之剑好了。颜色真的好恶心哦！三明治上面那个蓝蓝的，像发霉一样的。为什么是蓝色的啊？然后上面还破图。今天游戏真的怪怪的。要么是我的脸很惨白，要么是伊布变得像骨头一样啊。剑，剑好丑，感觉不大像是宝可梦游戏里面会有的。对啊，这什么发霉吐司啊？不会吧，洛梨还蛮好吃的啊。啊，不过洛梨单吃倒是没有那么好吃。我喜欢喝洛梨牛奶。这只米粒先存起来，白色的花枝两条。那只应该不是吧？不行，我无法辨认。我真的觉得洛梨单吃没有那么好吃。一定要料理过，目前是觉得打汁最好吃的，还是应该说最好喝呢？洛梨牛奶不香吗？还有什么？洛梨还有什么料理吗？好像没了。啊，真的没有喝过。以前我们家还蛮常打的，但因为洛梨本身蛮贵的，所以倒也不是一直喝，偶尔而已。牛排洛梨三明治，这什么高档的食物？还有加了布丁的。刚几级不打，还以为是色尾，原来只是我没有瞄准啊。不能，好难遇。但洛梨很油，没有错，不要吃太多了，会肥。不过因为洛梨很贵，应该也没有什么机会多吃。
对啊，年假已经过了，除了要收心以外，也要收一下肚子。大家在过年期间有暴饮暴食吗？至少这段期间我还吃了蛮多的零食啊。晚上会吃宵夜，该收了，该收了，不然会挺出来的。我是不大敢量体重了，啊，生病一定会消瘦的啊，只好之后再补回来了。轮子转。应该不会吧，他看起来蛮开心的。脂肪飙起来，觉得怕？没有，这边米粒也好少，不行，我崩溃了。换另外一个地方好了，这个岛上如何？我记得这个岛上之前我来走的时候还蛮多的。龙会不会很多我不知道了，但我觉得可以看一下。要怎么去啊？沿岸也有米粒了，可以看一下。还有不受爱戴的雷丘，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以后没有皮卡层了，没有人会跟你争人气了。变松好像比变胖还要糟哦，打灭油哦，还蛮多的，对不对？米粒的部分，这算多吗？还是有点微妙吗？我这边看一下好了。主要是觉得怪的再生好慢啊，没有，怪没有再生啊。还是我应该反着走啊，反着我会撞车，不行的。嗯，这张地图其实蛮不错的，走的范围很远。哦，话说啊，忘记哪里了，是前面吗？这边好像有一只快龙，所以可以遇一下。不行，我无法教你，你们只是没有看到我肥肥的肚子而已。肚子也会挺出来的，会吓到人的。哦，在另外一个岛上吗？不是这里。只好用背来掩饰一下了吗？不行，我好羡慕，好羡慕有腹肌的人。我到现在没看过自己有。好，来这个岛屿了。喝水，谢谢。
来补一下。好了，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还是我自己没有想要节食，就不想活那么痛苦。你看，你们知道根本的原因。不要，我要吃东西，我想要吃好吃的。上班已经很累了，请让我吃好吃的好吗？我们需要好吃的东西来疗愈身心啊。对呀，只好跟腹肌说拜拜了。还是其实大家意外的没有那么喜欢腹肌呢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在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，好像也没有人有腹肌耶。腹肌只有在网络上有看过而已，一个神秘的现象。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啊。太明显的不大喜欢。我的话可能是微微的羡慕吧。有快龙没有错，因为现在刚好有只闪耀力龙的部分，所以顺便来这张地图走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应该很难啊，那只快龙要看到色尾，我刷几百遍啊。太瘦的腹肌，我也觉得没有很好看。毕竟看起来比较像骨头一样。不行，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，果然是一块，一块啊一块。不行耶，这边的米粒龙有点少。今天主要是要运米粒龙。真的好少只，在这边运好像不是很划算呢。几番肚肚，可以的话，我倒是想要消一下肚肚。还有多久啊？还有18分钟。结果还是很难遇。而且这边还有高草丛，里面还藏一只，这怎么看呢？我真的有吃闪耀力吗？开始怀疑了。而且不大确定是不是这个海岛的光影效果，橘色的看起来有点深色，更容易让人家脱窗。
不过我觉得，如果真的要有肚子的话，不是有肚子，有肚子就狂吃就好了。想要有腹肌的话，最根本的办法应该就不要吃糖了吧。少淀粉还是很难。再去远点看好了，这边真的没有。怪好少只哦。戒糖好难。像我现在吃水果就是糖啦。真的难欸。代表想要腹肌的话，你连水果都不能吃了。晚上吃水果超胖的，这就是原因。爱吃水果的我，永远都不会有。嗯，这只是什么？哦哦，有了！还有分辨出来，有了！太好了！哦。太难分辨了吧，这颜色有没有搞错啊？黄色的哦，好像跟重复球还蛮搭配的，你丢一颗好了。哦，这感觉抓住了哦。咦呢，终于抓到第二只了。在这个有夕阳的天气里面，能够看到这个颜色。我也太厉害了吧。太强了我。快存档，对，先存。没有错，还好试打一下。我刚还以为是我没有瞄准而已。没有错，剩最后一个了。虽然今天不大想熬夜，但再努力一下好了。这颜色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啊。好，剩褐色的。褐色的话我应该可以走快一点了。吉吉太棒啦。不愧是我的吉吉。这一只是那个跟我冒险的吧。77等的。一定是的。吉吉招财招运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那是什么？应该是鲑鱼酱油吗？颜色很好分辨。没有错，游戏公司唯一的善意就是 Let's go。可以不用打怪，不然四维都打下去的话要怎么玩呢、啊？真的是。好了，还好来这个岛屿来看一下。虽然我觉得不是四维，米粒的量有点少，米粒真的没有很多。没关系，我再努力遇一下。想要自己遇到啊，这样游戏比较有乐趣一点。所以我希望不要有第三只花枝咯。有第三只花枝，我真的会买花枝，然后把它丢掉。点花枝，丢花枝。只是为了宣泄一下自己的心情而已。这当然不是 flag 啊，想太多了，绝对不是的。我要毁灭这个 flag。但好少哦，
你力真的好少哦，伸都伸不出来。像如果不是遇到大量发生的话，好像偶尔还是要回一下头，毕竟有可能是刚生出来而已。来，我的酱油呢？酱油色在哪里呢？不过、说起来，鲑鱼的部分我好像最喜欢炙烧了。喵，那什么叫声啊？喵。至少好吃，有稍微烤一下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应该也不用特别去浴上翘了吧，上翘已经浴完了。不知道褐色的那一只啊，它是怎么样欸，它是下摆吗？它是垂的吗？欸，好像不是，它好像是平的欸。平的是刚那一只吗？所以褐色的是上翘咯。好，这样应该能够更好分辨，只要靠近就知道了。翘翘翘！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抓一般的颜色啊？反正一般颜色不急啊。之后想要六只一起放在野餐里面，一起玩球，感觉很开心。下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欸，结束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有十分钟。说了那么多寿司，都饿了。那只昆仑好明显哦，如果是绿色的话就更有趣了。但是啊，绿色的昆仑丑，太丑了。我本来以为会先遇到多龙的色尾，结果也没有，蛮意外的。
年年宝也是啊。哎，年年宝的色纹是什么颜色啊？该不会只有眼睛的颜色会变吧？那就更难分辨了。年年宝感觉颜色不会差异很大哎。哦，如果是黄色的话，应该还可以分辨。怕的是眼睛太相近了。啊，换日了。换日，容我来看一下，有什么？哦，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的色尾就是那个啊！天，神助我！等一下，还有多久？可以，先存个档。来，快！阿拉玛，好开心哦！哦，所以现在如果打大量发生的话，几率就会提升嘛，但我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呢。而且这边颜色统一嘛，更好遇了。啊，但在水上，哎，在水上有点痛苦。来数一下好了，三、四。啊，五，我以为是色尾，不打。六，其他颜色也可以打一下吧，都是米粒。但好像不是欸，大量发生是这个颜色而已吧。好多鲑鱼哦，看起来好好吃。诶，居然打鲑鱼打到升级。拜托了，就靠这一回。出酱油版的啊，莫大锅湖真的是不能下雨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下雨谁会开心啊，真的。天。天，可怕的天气！大锅湖下雨，到底是谁的锅？这么钝？啊，对了，有提示那个讯息的话，要跟我说一下哦，我怕打超过了，忘记数了。上次就全部杀掉了，一不小心。哦，米粒龙的统一缩图吗？是啊，好像没有别的颜色哎。还有多久？四分钟。四分钟剩下的时间，要不要干脆就用玉的啊？打可能打不完。奇人晚安，正在米粒龙大量发生中，刚好有机会碰到，赶快来玉一下。我的酱油米粒龙在哪里？嗯，水上的无法辨识。
时间了，哎，单纯的遇好了，走过来走过去。大量发生的话，适合用那个吗？野餐吗？我好像还没有在大量发生的时候放野餐，但我觉得放野餐我可能也看不太清楚，怪有点太小只了，远远看应该没办法分辨哪个是比较褐色的。太太，这是暴风雨哎！哦，可以野餐法吗？来试一下好了。好累，我要发疯了。没有那么多只，所以是我这的点不大好吗？啊，今天好想遇到我，因为明天一定不会开游戏。然后就过了。晚安。正在寻找米粒龙的色尾。深色的，深色的。来回走好了，快没时间了。米粒呀，米粒，褐色的米粒在哪里呢？难不成要补试一下料理吗？游戏雨没有下了，雨没有下就好多了。一分钟，褐色的，褐色的，真的就差你啦！不然晚上睡觉就要梦见你了，不想梦见鲑鱼片了。虽然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坏梦，我有点想要哺育一下哎。感觉如果有大量发生的话，应该是不会遇得那么辛苦才对。嗯，结束了。补吃一下好了。
希望能够在饭之前结束。啊，如果这个情况的话，好像是可以吃大大力耶，久违的大大力。大字有什么意义啊？需要更好看到小小丽，我眼睛会不会真的脱窗？小小丽没问题吗？好吧，这也是来小小丽好了，完全没有吃过小小丽，让我有点好奇。小小丽的食材比较特别一点呢，都是没有用过的。胡椒在哪里啊？胡椒在这边吗？胡椒醋，完全没用过的食材。胡椒醋，胡椒醋，酸，酸配辣咸苦，好，酸配辣咸苦这样子。也是啊，想要看一下有多小。那你们要帮我一起看一下哦，交给大家了，真的。在刷米粒没有错、哦。没有，现在有大量发生，所以都是橘色的。挑战一下大家眼力的极限。用手机的，你们给我把画面打开，放大，呵呵，放到最大。那我可能要继续收一下他们了。这边存个档好了，怕打超过了。收，没有错，放大镜。那谁家里会有放大镜啊？啊，不能再杀了，好。感谢，没有看到，已经变少了，所以现在就是来看一下，东走走，西走走。那我把画面放大的话呢，再放稍微大一点好像比较好看啊。不行，不能确认，还是要这样子。有比较小只吗？好像也还好，应该是杀超过了。好，褐色的，褐色的，一发现马上叫住我。本频道采用低延迟，呵呵，一定看得到的。会很咖啡吗？听说是蛮咖啡的，但我没有碰过。有抓过的都说很明显，一看就知道。而且这边的色围不用担心有其他颜色混入，所以照理说应该是更好遇才对。这只不是树底下的是阴影吗？看不是，不是的样子。
树底下的妖友留意一下。好，走到地图后面刷一下，果然还是延迟吗？不然就要我要走慢一点了，不是这棵树。不过如果只有小米有反应的话，那应该可能不是。刷新一下。哦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在这边野餐看看吗？到底在什么点野餐会比较好啊？试一下好了。翻，没有看到。好，收到。这样看好了。不行，这样还是很难看的。好， iPad 拉大来放，放到最大。褐色的，偶尔会穿插一些其他的颜色，哎，这是吗？这应该不是吧？不是。嗯，没有错，不够卡，不够卡，不行。要更卡，交给伊莱克了。哪一只最卡？帮我找出来。刷新一下。下面这是吗？这不是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只是吗？这只是吗？不是，水底下不行耶。水底下会产生误会，还有反光啊。不行，那个折射会误会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小小力的关系，好难看。看到最后会对每只都怀疑，对啊，而且重点是我不能打了，所以无法靠 Let's Go 来确认。大家的把揪还好吗？不行，你们先不要坏啊。我决定了，采用另外一个方式。把画面拉大一点点好了。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。这样眼睛比较不容易脱虫。走下车的话，好像可以看得比较仔细一点。
天哪，褐色 ，Where？ 褐色。再说我一次。刚应该是已经打到很少了。哦，这一区看起来也没有。喝水，谢谢。我觉得我的眼睛可能比较不需要补水。是眼睛的问题。好，让它再生一下，喝个水确认一下。加油，希望今天能够完成目标。还好我设置这个喝水的选项，有提示真的很方便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这一轮也没有。好，这是乱数调整。看完我的半身之后，肯定会出来的。他在暗示我。开始在催眠自己，好可怕。晚安。说好十二点的呢？看到怪怪的还是可以。但目前是还没有看到怪怪的啦。我连有没有稍微褐色我都没有看到。时间点也有点讨厌。还没晚上，还没早上。水底下的奇怪生物们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好，开野餐好了。奶油，奶油，黄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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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没有褐色要素。像这个情况，应该可以再开一次了。这个错过真的会很可惜哦。还是走后面一点啊，走后面一点会升得比较近一点吗？我现在没这回事。用野餐法我都不知道在哪里。网络上好像有一些人会教学说，如果你要刷哪一个宝可梦的话，在哪一个点开会最好，看的量最大，太厉害了吧。
还去找那个点呢。比方说这个点呢，只有可怕的妖怪而已。不行啊，米粒重点是米粒太小了，米粒小到一定要靠近确认了。聊天室上还有颗球，对，先让它停一下。远到无法确认。啊啊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吓到我了，是阴影。莫意哟，开始神经质嘞。我也被我自己吓到。对呀、啊，这种错觉好讨厌哦。去海上看好痛苦哦。只能远远的稍微辨认一下了。到海上就算了。奇怪的怪，哦，都在海上。看一下时间，啊，我已经又刷了15分钟，时间是12:27。不要，我晚上不想梦到鲑鱼，尽管很美味。希望跟我说很明显的，不要骗我。因为目前为止好像真的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。啊，不过如果真的看到的话就色尾了。可恶，这边没有辅助机器人来帮我看，有的话就好了。有的话，大家也可以护眼了。谁会这个时间放鞭炮啊？超讨厌的。对啊，确实放鞭炮给报警了。只是报完警，你要处理的事情更多，又更不能睡了。
所以有时候想想啊，过了就算了，感觉麻烦事更多。没办法啊，是真的很麻烦啊。过年变瘦，辛苦了。哦，好了，变早上了，比较好看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颜色比较鲜明了。鲜明归鲜明了，不出来就不出来。奇怪，现在不是有大量发生吗？总觉得出来的数量好少只哦，不然就是被其他的角色影响到了。你很可爱，我知道，但不是这个时候啊。嗯，不是，又是错觉，哼，不行，难道我发疯了吗？连颜色都无法分辨了。嗯，很有可能。没有，难道有大家的力量还不够吗？没办法拥有褐色米粒吗？好了，真的最后的时间就十分钟，说完就好了，没有就算了，没有代表真的是跟他没有缘啊。今年的谷贝果然已经用完了，已经被我耗尽了。还蛮讨厌米粒会在水上的，水上的知道怎么分辨啊？其实我是咖啡色的，都听那么多人很好说，很好分辨的。那照理说是一看就知道的，但重点是因为我还没有看过，没办法先比较一下。网络上的图有看过了，实际的没有。
料理还有吧？有。会不会等一下不知不觉又说到晚上去了呢？游戏里面的一天是几小啊？一小时跑完一天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个还是维持在早上。是75分钟吗？蛮神秘的时间点。没想到最后的米粒这么难缠，就只差你了，米粒。已经看你翘好久了。阴影下的看清楚一点。珠子的话是每3分钟会前进游戏时间的一小时。原来。没关系，快去吧。这边应该还剩5分钟。最后确认，4分钟哎。哎呀，没有缘分就是没有缘分，只能这样说了。抓宝是跟缘分有关的啊。无法拥有米粒，
小硕在努力中，加油加油，一起努力。你拼进度，我要抓米粒。真的要结束了啊！又来这一个锅。下雨够了吧？真的玩这一款游戏，没有人会喜欢下雨，然后也不喜欢花海，这两个东西。另外一个倒是蛮希望赶快修正的，就开野餐实在是太不顺了，不能很顺顺的马上打开，马上关掉。最大的问题还是盒子啊！为什么看我自己箱子里面的那些宝可梦会这么累个呢？为什么要读那么久呢？其实可以更快吧。然后色尾的小图案也就能够修一下，每一只角色看起来都一样，要点进去才知道。哪一天一不小心就丢掉了，这个也很怕。好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，我猜。59秒，哭啊！真难过。好，开最后一遍吧。这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了，我丢，说得很开心，心里很难过啊。好了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没有了。威灵，好了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大家陪我找那么久，果然没有还是没有，辛苦了。结果明天开工，今天还搞这么累，明天真的没问题吗？不知道，希望大家不要被我搞累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大家晚安，我应该有存档吧？有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明天开工加油，希望大家钱可以拿多一点。晚安，晚安。